费劲学习减龄穿搭，不如吃一颗它。传说盛唐时期，几个西域商人在客栈住宿时，看见一个年轻女孩，大喊一声：“放开那个老头！”哦，我就是我孙子，关你什么事？商人十分震惊：“你是程序员吗？”懂死我了！原来女孩已经年过百岁，打骂着孙子是因为他不吃家传草药，搞得自己未老先衰。商人连忙向他请教秘灵秘诀：天天吃枸杞，阿婆都能变美女。枸杞是茄科植物，主要产地为宁夏，它含有的枸杞多糖和枸杞色素是两个活跃分子，能帮人体延缓衰老。岁月是把杀猪刀，这张脸由我们照。枸杞做药用时叫枸杞子，可滋肾润肺，平肝明目。冬天到了，你的保温杯准备好了吗？在下白小生。